照确切事实，按照你的说法来做。但是我们提到了这个今天几个情况浮起来，甚至我们说到那个这个交通这个标志啊，那个什么闪灯啊，或红绿灯啊，来控制这边，因为这边有时候那个车子枪就是变成一小小的一个冲突，啊，那边的车子要过来，这边也过去，他撞很多次哦，这个逻辑是知道的，他撞很多次嘛，这应该你在配合，在那个地方站岗，他用对讲机，我们那边控制好，现在车子都是先在这边过，啊，等一下这边过完了，单线通车，这样的话或许还比较公道点，追紧不了，哎，坐上好几次的，哦，所以我今天也是提起那个各处，那个监视器。